嘿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好。好哎。我今天要去哪里？帽子太松了。我们等一下要看日全食，带大家去看日全食。要喝红茶冰吗？要喝饮料。要不要喝？要不要喝？前旁边一点，前那一边。那你车头不会向另外一边哦？奇怪，硬要拉这边。我帮你看那个。下去。我帮你看那个。下去。爸爸。戒指。哈。手链、耳环。人家的脚踏车你要骑吗？不行啊。要喝什么？要喝什么？爸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问你要喝什么，不是一直在看戒指哦。你是小朋友呢，要喝什么？我看啊，我在看。绿茶。绿茶。都绿茶。甜度冰块呢？绿茶都喝无糖的好不好？微糖。微糖。回答一下，绿茶半糖，绿茶就好了，绿茶半糖三杯，维冰。来，把那个当做这个，把那个当做这个。好。这个做这个。爸爸那是用吃的还是用夹的？这个穿洞的，这不是用假的。你没有耳洞。你这不是大人的吗？就喝绿茶就好了，全部都会一样的。爸爸，如果我不好喝，那就不要喝。爸爸，我是大人的时候，我可以戴刺刺的耳环。说最多说的是你。外面很热哦。玉溪，你的椅子应该用高一点吧？
哦，是太阳。待会来看，带大家看日全食。安全帽放好了，放。好，是讲老是只伫内底。大哥，赶快哥。安全帽拿掉嘞。啊，你看你的头发。有染过去哦，谁染的？好吧，好吧。等一下，你想弄你的啊？嘿呀、啊。我在帮忙。啊，大大哥上上线了。系啊。哦，安，这大哥好面啊，这大哥。好面啊。帮我们染头发。啊，两个姐姐在听呢。系啊，两个姐姐在倒狗。姐姐，看你好不好？看。你们染的头发，谁帮你染的？我自己染。你自己染的。笑嘞，谁帮你染的？爸爸。我弟上车。弟上车。我提这么多东西，谁帮你染头发的？爸爸的。嗯，走了。爸爸染头发。不能开。那什么假手提在这里？让他，他以为他就是，他以为人家头发。这边都没风。我有电风扇啊。刚刚那里还比较凉啊。给你。电风扇谁买的？爸爸，199，应该是199。要开最大的，最大的。一下就没电了，最大的才爽啊！我要喝饮料，太大杯了。你不是说你不要喝？但是很暖，那里很热。嗯。会静电呢？他们一起喝哦。对啊。太大了吧？太大，一下子就喝完了，好吧？干什么？我想喝它的真奶。你都说。不用，根本就没风。应该是去冰才对、啊，去冰。微冰啊，我买的是微冰。口渴了吗？口渴了吗？要喝饮料吗？等一下。Lita， 大弟，你就说 Lita。你们有没有感冒啊？啊，忘记带卫生纸。微冰是还好。嗯。他们一个在流鼻涕，两个都在流鼻涕。嗯。嗯。带足球，爸爸，足球不见了，不能。弟弟有染颜色，有染过去吗？嗯，爸爸，可不可以调一点点高啊？调一点点高。那你的颜色最深。我颜色也很深啊。谁帮你剪头发？爸爸。谁帮你染头发？爸爸，你帮我呀。爸爸，你看我的头发什么都是。爸爸，你给我。我刘海有染到。给我拍。来。我帮你拿。要多高？我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好。你喝姐姐的呢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前面，爸爸还有这个，卫生纸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帮我拿着，要拍我。干嘛拍我？他们俩，我应该要带那个。弟弟来了。
给你姐姐。哇！不要拍到爸爸，不要拍爸爸，不要拍爸爸。Hello， 你说大家过得好吗？也不要拍到爸爸。你不要，脚踏车，弟弟耶嘞！耶耶！今天我溜滑梯什么的。今天要带一个小猫，今天要干嘛呢？好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啊！今天过得好吗？啊！好嘞，不要拍到爸爸。哦哦哦！爸爸给你，快点。爸爸这个应该也要调高。爸爸，我这个也要调高。耶、yeah!！有正吗？歪的。歪的。不要乱动。走开啊！我不要拍到你，因为你的脸都是很绿。好了。我的小车子，我的小车子嘞，两个。在弟弟。喂，太重了。你这样我会摔倒。你看。还要坐呢。太重了，这样我怎么骑？好重啊！今天都没人，太热了。你调那么高，你是有事吗？你有很高吗？好了，这个好矮，可以，我好高哦！他想坐没？我会摔倒。他想坐，载他。我要叫姐姐载哦，干嘛要叫我载啊？这么重。你不是说我不行带弟弟出去吗？是说你不能带他出去啊。你想要给姐姐很热哎。一下就开始了，再一分钟很痛啊！还没啊，还没按。为什么会有阴天？为什么会有乌云啊？乌云叫什么？好像没有雨啊。没有很多人，没有很多人啊，那么少人，为什么这么少了？中间的是我们的，这衣服好像那种医院在穿的手术服，找。阿弟，你给我站着！你上次把我的车子又倒，然后你又把。而且那是我的呢，我怎样？爸爸那是用买的。嗯。这是不是我的呢？这不是我的，差狗脸，接下来。
有的。晚上按了没？它已经快一半，哎，快全部遮住了。哪里啊？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月亮？看到了。在几秒钟。它就会变一个圆圈哦，它就会变一个圆圈。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眼睛痛了。哎呀，一直看很痛，等一下再看。等一下再看。还真的有一半。日全食啊！有，它快变一个圆圈了。它会变一个，像一个月亮，圆圆的圈圈。在看什么？炸弹要过来。你在看什么？我眼睛变紫色了嘞。好暗哦，晚上都没有。好怕不要一直对着那个太阳光。对啊。痛啊！这还好啦，就是有一个紫紫的东西，紫色的呢，反光。紫紫的东西，有啊，快，它快变一个圆圈了，快点，它快变一个圆圈哦。它那个不是有那种镜子吗？要戴那个墨镜啊。对啊。这样看还是很刺眼。这个下一次195年后才有，你们也活不到那个时候。那我们就195。他要去买那个，去哪买那个？买那个护。不是买那个望远镜，然后有保护。有护滤镜的。嗯。才看得清楚。可是我看不到，可以去买吗？爸爸可以去买吗？爸爸我想看。这已经没有了。快没有了，去买。再等一下会更暗，等一下会，赶快去买，然后再拿那个，赶快去买什么威力彩哈？你是要去那个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再看日全食啊。拍到吗？没有，不好拍，眼睛会坏掉。我在等它变最暗的时候啊。只有一分钟而已。没有完全遮到啊！你知道在看什么吗？你看那个太阳越来越暗了。对啊。爸爸，太阳。太阳，刺眼。好刺眼。好刺眼呢。绿色。爸爸快一点呐！你不是说你要换衣服？对啊，等一下，等那个日全食越来越暗了。赶紧去买，然后去拿那个买那个眼镜，快点。快点去买！有快快啊！你看，这根本拍不到。赶紧买啊！走！
没有要买啦。你看有人在拍了。对啊。眼睛会痛。谁在拍？我也要拍，我也要拍。你要放大。啊，我手机嘞，他们两个嘞，我手机不见了。那你爸爸直接不见了。哪有不见？我找不到。弟弟进来哦。不要一直念，不要一直念，看不到。哦，那个人只会找那一边，不会找另外一边。看，你看，快变成一个圆圈了。太阳快变一个圆圈了，你看。它快变一个圆圈圈了。我看不到，这样我也痛。痛哦。还要用那个。有了有了，快点，你看，越来越暗了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，真的还是很亮啊。看。拍不起来。最大最大，这是最大的耶。放大。最大的。放大。最大的。我看不到，不见我眼睛很痛。眼睛很痛哦。我也要放到最大看看。嗯、你要按夜景吗、哦？夜景。夜景。夜景就是拍景那个，你看，但比较。比较看得清楚。哪有骗人？我们往上了。还要等两百年呢、啊。爸爸，你别看。啊？我拍。根本就没有。不要看着我。这根本不知道圆形了，圆形了，圆形了。有吗？有一个圆形。不对，我看你的手一定要红，我帮你拍了。没有，还没一个圆形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们来摇彩券好了，一人摇一个号码。这里有夜景，好不好？你打针没？它变一个笑脸。哪有？快了，现在已经晚上了。哎呀，快不见了，快不见了。我看不到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那个是怎样。好像一个月亮的感觉，这样刮好。我还是很亮啊。很刺眼。好像看到一个刮好而已啊，没有出。没有圆圆的。刮好一半而已。那个是日全食。日全食就是太阳被月亮挡住。没有啊，那里那个刮好就是月亮吧？我看来的。刮号不是月亮，它也没有变全部圆圆的、啊，好像还要再久一点。爸爸，你赶紧换衣服好不好？你想吃东西有没有？快了快了，有了，快被全部挡住了。我没看到，变好暗了，对不对？变很暗哦。还好。现在下午四点多哎，变那么暗。好厉害哦！还没被收到吗？爸爸，你自己，你看我这个。等一下，有个圆圆的感觉。你看。我要等它变一个圆圈呢、啊。
我这个里面好像有个圆圈的感觉。对啊。那个圆圈呢？小弟，你的手机不好拍照。嗯。要买那种。越来越亮。嘿呀，不是越来越暗的。这手机看得到吗？有。看不到。不好。看得到。勉强啊。我看得到。这眼镜有刺激。好吧，如果后羿射到。把后羿如果把全部的太阳射光光，就变晚上而已。嗯。射太阳，九个太阳。还要爬很高的山呢。变亮了，它没有变圆圈。一半而已，差不多吧。嗯。九九一次而已。还要等200年。多分吧。